第十二题，用两块相同材质的黑布与白布分别包住两只温度计的底端，再将这两只温度计放在同一处接受日晒，如右图。3分钟后，发现包黑布的温度会比较高，下列解释何者最合理？这也是老师上课一定会强调、一定会讲的：颜色深的、粗糙的表面容易吸收辐射热，颜色浅的，然后比较光滑的会反射辐射热。我们在课本的实验有做过类似的实验，那么老师上课也示范过，把黑色跟白色放在太阳下晒，发现黑色的温度上升比较快，原因就是因为黑色容易吸收辐射热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解释何者最合理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黑布较会吸收辐射热。